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好吗？快说啦！是到底是要说什么？哦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？我们自己知道就好。刚宝贝，放学了你去逛街好不好？跟那个石春春还有林巧哲有约吗？干嘛要找我？莫名其妙。吃饱了，你可以约春春或小哲他们很开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。你们这些不懂时尚的小鬼，要不要找出帮你治病啊？老师，他是看到你美到无法招架了。操他妈的，那个死劲！早上就不要跟他们两个讲话。不要再有下次。好，好，不会再有下次。于是，一句不会再有下次了，就让我原谅了他。我们又回到了过去那段暧昧的日子，只是对彼此的依赖更加鲜明。再丢。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喽。我们要上第五课。在上作者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的。哎，进入到课本的部分。哎，皮卡学好了，今天不错了。高潮了。都看了，没忘拍照了。第一个字哪来？同学，我们就要上这里喽。下课，班长来，班长，等一下，我们喊下课。班长喊下课。班长今天没了。见不过来复试的同学这边。我们下课吧，自由下课。告白？谁要告白？老师，你今天好美啊！当然，呀，等一下，坏了！哎呦，老师好美啊！靠！好了啦，别再亏他了，还不是有他才能堵住老师的嘴。哎，没，都把我搞上了。哎呀，一样台湾台生，他们都去约会了啦，见色忘友家。好啊，你教我了，耶！哦，你最近跟陈妍走很近哦。哪有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不知道
是谁，前阵子都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餐的哈。对呀、啊，就不知道有人说他很忙，没空啊。晚餐后，老实说，哪有？没有啦，哦，对啊，我喜欢他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今天听到什么吗？待会。为什么都不理我？他想了。哎，我也知道了，你不求他求我。好，快说啦。这是我今天去找我家的宝啊。嗯，听到李子怡说他喜欢你。小英啊，你送啊吼。哎，没办哦。可以告白了。哦，还没啦，再看看。哎、欸，你们几个要不要帮我？好啊，那早上三个女生一起咯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李永彤，你觉得子怡会喜欢怎么样的告白？我觉得你够爱她就可以了，没让她受伤才是你该做的。你就爱她，保她就好啦。你们放心，我会的。想当年我从国小、国中到现在，每年都是被倒追的啦，想被追你，想太多，不要自己搞，告白。课本说起来考试咯。啊！别作弊啊！需要的同学啊，后面往前收。同学下课喽。没错，走走走走走。走等到感觉没了，你就要被抛弃啦。讲得好像很厉害一样哦。依安才不是这样的人呢，我相信我们会很长久的。要不要看一下你啊，长这样想要满足谁啊？你可能出去外面找人家，人家又不想理你。告诉你，爱情没有所谓的绝对，更何况你们都还没在一起，讲什么大话。到时候被抛弃了，就不要怪我没告诉过你。他对我好，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你有必要一直讲？Yeah.
喜欢你，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嗯，我愿意。我们在一起了，那段日子真的好甜蜜，只是他没把天涯海角都留下我。没有话，这段话你在？对啊，我最爱你。算了，为什么人家的我都没有？来嘛，咱们也来。我爱你。来，好啊。我要说就要讲。哦，小小李，好难哦。宝贝，我要墨迹。哎，你陪他们走。咱们也来。好的。
真正去死的。李子怡，我爱你。要去走走吗？总在做错后悔后又要求对方原谅的人，烦，为什么你没看你忘记打就很烦的，你说什么？还有啊，那个林小哲，你没写名字所以就直接零分哦。零分同学，我们就要说过要干嘛吧？说我漂亮，知道吗？哎
爱过的痕迹，却在手心里住着。